Hello， 大家好。经过上一次大宝代表学校参加华语讲故事比赛，这一次他再次代表学校来参加这个华语诗歌朗诵，加油！现在学生们被分批去不同的教室进行比赛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出来吃早餐。回到家了，这一次我的大宝也是没有拿到什么名额，但是不用紧，只要你已经尽力而为就好了，顺便累积这一次的经验，体验不一样的东西。在此也要谢谢老师的信任，老师的付出，还有老师的陪伴。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